我的频道的朋友们，赶快订阅起来 ！Let's go。OK， 现在呢，我要教你们怎么样 online booking 银顶的酒店。好，你们要导入它的 app 先，银顶的 app。导入好了过后，点进去。点了进去了过后呢，就按酒店这个字按进去。OK， 然后你就选你的日期咯。OK， 就比如啦，我就选11号到13号。OK， 选好了按搜索。OK， 它就会显示出来。OK， 第一大酒店是不用钱的。OK， 然后下面这些来讲的话呢，就是要钱的，因为银顶有很多不同的那个酒店嘛，看你要哪一种的酒店咯。当然，我跟你们分享的是不用钱的，是最高的这一个。第一大酒店就是 First World。OK， 按进去了。OK， 它就会显示有几个咯哦。这个最高的这个呢 ，FWH 这个配套呢是要自己铺船的。就是说你去到那边的时候呢，那些传单全部呢就放那边而已，但是没有帮你铺的。OK， 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就选那个 FWH 配套这一个。OK， 接下来另外一个豪华客房呢，就是今天我订的，待会给你们看。OK， 接下来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客房最佳优惠呢，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他已经帮你铺好了的。OK， 所以 Doctor 是有三个给你们选择。Okay, 比如啦 ，OK， 选好了，我就选一个豪华客房的这一个。OK， 选了过后呢，它就会弹出来。OK， 按一个 OK， 按了 OK 过后呢，就是不用钱哦，看到吗？ 0.00 马币不用钱，就这样子啊。OK， 定了过后呢 ，OK， 就选你们要的日期。OK， 选多一次你们要的日期就可以了咯。怎么样？订好了没呀？订好了的话呢，接下来的下一个步骤呢，我教你们怎么样去 check in。现在我教你们怎么样 check in hotel。第一时间打开 app 了，按数码钥匙，按了过后呢，点日期，点进去那个日期了过后，就按入住，按入住了，它就会出现这个编号，出现编号了过后，再按多一次入住。OK， 过后来到这面了过后呢，你们就填好你们的资料，然后按确定顾客信息，按确定顾客信息了，再按入住多一次，再选同意条款，再按入住就完成了。这里就是银顶的大厅，随意选一家机器，选好了过后就把你的 IC 放下去滴一下。然后来到了这一页，这边有的选择数码房卡或者是实体房卡卡，建议你们拿我选的那一个房卡的那一个。等下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我要选房卡。如果你本身要拿两张卡的话，你就选择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拿一张卡的话，你就选择否。这样子就完成啦，这边就会显示你的房间号。是我们入住的是最高13楼啊。这一次呢，我们是没有特意选要单人床还是双人床，就随机罢了。这一次哦，我们来到这间是比较小间一点的。哦，真的是蛮小间哦，它的冲凉了就是这样子。好，现在呢，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要拿卡而不要选择那个数码那个钥匙呢？ OK， 我跟你们讲一下哈。如果呢，你们是用卡呢，比较保险在于哦，不用担心啊，好像电话没有线啊，因为之前有看过有人分享过，如果是用那个 scan 的那个手机 scan 来讲的话呢，如果遇到你电话没有线的话，你就进不到房间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们在如果用手机 app 那边 check in 来讲的话，你们来到这边的，无论你们是七点来还是八点来晚上来讲的话啦， OK， 你们无论如何都好，去那个机器那边放你的 IC 去递啊，去递了先，递了过后呢，你就选择哪卡，这是我给你们建议啦。OK， 你们选择哪卡比较好，不用担心说你现在电话没有线啦，因为你们拿到那个啊。我们的房间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还会给你 tower 1， 有的时候给你 tower 2， 有的时候会给你 tower 3的嘛，对不对？但是哦，当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刚好他给你的是 tower 2， 因为我知道 tower 2哦，它的线很不美的，因为我之前入住过，所以它的线很不美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无论他给你哪一个 tower 都好啦，我还是建议你们拿回这个，就是这种低的比较好，不要用电话 scan 的，这是我个人给你们的意见啦。现在呢，我先休息一下先，我要去冲凉了，可以带回去睡一下先。等我睡醒的时候呢，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们有问我银顶呢宵夜有什么吃，待会呢带你们去看一下银顶有什么吃宵夜啊。 OK， 我讲的是宵夜，就是晚上可能啊十一点过后啊，如果突然间肚子饿的话呢，有什么吃呢，待会看下去哦。 3 hours later，睡了一觉起来了，现在我先带你们去酒吧街走走先，待会来带你们去找宵夜。现在时间是接近十点了，这里看下去嘞，好像没有很多人。这一条街呢，就是酒吧街来的，这边就反而还热闹一些些，刚刚那边会比较近一点点。也许现在可能还早啦，待会应该会更加多人了。啊，进来了。啊，这边热闹。那边去看一下室外的那个美景，看有什么。酒杯上来了，顺便去那边走一下，吹一下风。哇，很美哦，这边外面很凉哦。给你们看一下哈，十一点半了，还有什么店是开着的？给你们看一下。其实这一条街呢是美食街来的，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接近差不多十一点半了。我已经回到房间了啦，如果这个 vlog 有帮到你们的话，你们把它订阅起来，再来讲的话把它 set 起来，我们下个 vlog 见哦，拜拜。